书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泽，今天呢来写一下“秋声不可闻”这句诗句。写这个偏旁的时候呢，就只有这一横呢会比较细一些，啊，不是这一横啊，是这一竖钩。这个捺笔呢，一定要捺得够长一些，一定要注意这一点。那么生字呢，在很多人眼里呢，就会觉得比较难了，因为它的笔画比较多，结构呢也不容易掌控。一捺和一撇呢，它是起到左右呼应的这个作用的。生，中间落笔。这笔呢会比较细，那么这个点呢，一定要加重，左右对称，左右呼应。口字呢，一定要贴住上面这一横。这里也是比较靠住上面的。
文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对这几个字呢，我们就写到这里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